今天非常高兴，非常荣幸，也非常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上来，跟校友会，跟所有的中国医药学院的校友致贺，那非常高兴。那我再一次恭喜中国医药大学校友会能够非常非常蒸蒸日上。今天的大会非常的圆满，非常的成功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曹理事长，谢谢曹理事长。好，我们会议里面有立法委员哦，一定是花花这个委员，这个委员啊，邱立伟啊，来，帮忙一下，帮忙一下啊，这个大家也掌声。邱立伟，谢谢，哇，邱立伟，优秀的立委。包括了请我来包括请留来全程啊，但最起码我半程啊，家庭欢迎看到啊，公司服务以公司市民健康啊，这都是今天最大贡献的中国医药大学所有的医师啊，所有的校友啊，今天特别感谢朱先生肖理事长啊，创会理事长是高雄市长，大家对他都非常熟悉啊，高雄理事长啊，林副总长啊，受荣其一改大哥大大佬前辈，我就不一称呼了哈。啊，所有啊想进来，受艺术改，受兄弟姊妹，受伙伴，大家永远大家好。好。啊，首先要感谢中国医药大学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啊杰出的啊医师，为高雄市，为全台湾我们的国民的健康在守护着。啊，中国医药大学是一个有历史、有传统、有一个很好校风的一个学校，所以一路走来，啊，我是感觉愈来愈好，一棒接一棒，棒棒是强棒的吼。所以对跨当属六，当属六长话很紧凑，有当下一点吧吼，也讨论一跨医疗政策相关的问题，爱是一个有力量。有远见的一个教育家跟实业家，那中国医药大学、亚洲科技大学、亚洲大学也是排名遥遥之上的哈。因为中国医药大学，我相信未来一定成为台湾学术界，或者在医，或者是在相关的领域，都是培养很多的人才。谢谢中国医药大学体系，所有的教师员生。啊，对学校，对台湾培育很多各行各业优秀人才，特别是在医界的哈，所以给大家发表，给大家说我多有期，说我医界的大佬全部出席啊，啊，代表说大家非常肯定校友会长期以来在公司所做的努力跟服务，我是在我隔壁。我伫伫欢迎，伫伫我隔壁，我广州的啦，不太晚遗书啊吼，不太晚是多给，伫伫我隔壁，有当时吼，伊放尿，他去洗手间，被标过来洗手吼，我要帮他按一下吼，所以我跟他是好朋友，伊嘛是中国医药大学杰出的校友，杰出的校友，我是咱国运动不孤在医界里面的代表，所以。这几个民意代表，这几个委员，为什么说实在的，劳动条件实在是非常差了哈。现在是一例一休，我们是全年无休了哈。哎，朝九晚五，我们是朝五晚十了哈。半夜有时候我要联络龙总的这个张副院长，有时候需要约一些选民服务，很多都是半夜都需要去处理的哈。但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骄傲的工作，是一个让我们觉得我们能够为社会、为国家、为人民服务，让我们觉得很光荣哈。就像医师也是这样子的劳动条件，薄利薄眉，这是有些过劳，这是有些血汗，但是为了守护人民健康，为了国家未来的这个长治久安，我觉得医师的贡献啊，更比各行各业来得更伟大哈。所以我有这个机会，感谢师傅在留。贡献自己心力、时间、专业，守护台湾，守护台湾人民所有专业医师你们的贡献，阿力干总，谢谢哈。那在未来有很多的政策，有很多法律，你
向我们很愿意跟所一届的所有的大哥大大佬大家共同来研商。只要说我们的这个下一部长哈，叫陈时中哈，说陈时中他的政策他的法律没有符合他的期待，大概没给你学习劳动，我一定马上去改进。来，大家掌声啊，鼓励一下啊，谢谢谢谢。我就是心态啊，虽然我是经济委员会哈，但我会委员会，我有所有委员会，大家拢去，大家拢去支持。透过咨询来学习，透过咨询把各行各业百工百业遇到的问题，向主管单位、向中央部委提出最中肯的建议，严厉的建议啊。所以大家没问题。如果在医疗方面，我想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努力。除了医疗事业之外，产业的问题、财政的问题、子女教育的问题。啊，因为国防产业的问题，大家都可以交代我，啊，交代我，我跟我的好朋友，啊，这个李坤泽、刘世邦，我们会一起努力。大家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，我们的目标、共识都非常一致。希望各位无论如何，祝希望都霸钢霸业，龙虎山欣欣向荣。希望台湾未来一天比一天更好。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，顺利健康。最后祝今天大会圆满成功顺利，所有的一事皆尽，大家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多谢党委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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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邱立伟的支持与鼓励，感谢您，谢谢。好，今天我的贵宾好多，那贵宾应该要介绍，但是刚刚其实我很心疼啊，在我左手边，是我们邮监事长。副理事长，那好多常务理事的夫人们啊，为了今天的大会，特别排了一个日本舞，哎，所以呢，真的是一定要让你们先上台，再来看看我们金星在这一两个月才练起来的日本舞之后，我再来介绍一些贵宾，谢谢大家，请大家边欣赏他们精湛的表演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日本舞表演，好吗？里面有我们的我们的学长，有我们的学姐，美丽的李监事哈。那我们这个团队其实只有会长是说练了几个月，其实只有练了四次。那我们现在来欣赏他们美丽的表演，请掌声，谢谢日本舞人花。